我把你老大枕头我穿上两头你就脖子头上不是的秦太将我你吧好同样的来自上路区重量级的牛民严飞为场上的每个赛局每个八八五十元的鼓励同样的来自卢秀五街铺抗王洞宝也为场上的每个赛局每头八八五十元的鼓励金宝好有拉拉其他就有拉拉我们是叫板的路数五万块为场上的拉头进入破除场上卢秀五街金彩将好同样的来自石林斗牛直播阿弟也为场上的每个赛局每头八八五十元的鼓励你们上个跳高都是数字杀的我们的记录组注意记录这一组是循环赛打斗时间为三分钟两分三十秒开始跳脚如果今天当牛过来参赛的牛主朋友们有需要尝试苗药的可以到我们主席台的下方石林斗牛直播机位上购买尝试苗药我们好起来了一说是牛牛之路我后悔刚才的全球牛牛到了手了希望你把两个手都扯掉了另外的第二边走来个我是老好当门 Q 了前几个姿态直的摔倒爬到裁判走出来个一休说你十四号对三十七号二十四号对三十号十四号对二十号你们大道里玩的小哪个我们工作人员九位是吧九位往那边落地往那边落地李老师谢谢过来这边快点两边人归零之后听我的口令同时拉哦站人站人站人好了跳舞的跳舞这他不给跳舞不给为什么来好嘿来来来做好进场的准备。
老鬼腰腰的腰在中间，还得腰在中间，但我逻辑不好逻辑。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定要配合跑，一定要用最公平的方式将他们拉开。先上人，先上人，好了，好了，好了，腿吧，脚吧，脚吧，起身吧。还想辩护？拿手脚，哎，那真的是纯粹是纯老太去了，对吧？小牛确实你是要比较有意思啊。我老板，我想，哦，一家都是好牛了，看。哎，我们走过去。三十九好像很平常。对啊。最近的一分钟，来来来。三十七台。第一轮今天的比赛啊，有一说一，第一轮的时候确实不怎么精彩，但是从第二轮开始就还是都比较精彩的，就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啊，就是那个现场场地有点灰啊，灰尘有点大，一天到晚都在洒水的，但是这个水量有点小，洒到那边这边就干了，洒过来这边那边又干了，这个水量小了一点，相信从现在开始啊，后面的比赛还是会越来越精彩的。像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个场内的这两头小牛，体重都在900公斤以上。好，郭根忠，十一号牛，来自后湖路西南报仇，对战三十七号牛，来自后湖路西南三十七号牛，收枪再打，用侧边。三零六，上来湖山呀！你们来找出来有啥位置的抽签，嘎？三零六，上来湖山呀！你们来抽签。好，你好，胡生。怎么样？哎，我找不到你，俺是昨天跑的。对，昨天跑的那个场地都看不到了。你好，找不到。美女，不好意思，我也不来抽签。把推到那边去，推到那边去，推到。说我们是说说摇着摇着说可以吗？张亚，你们是够一个人推动进行的啥？不着急，你们再推过来不拉铁，你们一跑你们都受不了，一个人摇都不行的。哦，两头小牛非常的顽强啊，刚才上墙的好像是左手边这头，说是说的强不强，对，这个是好的，别他推开的，坐往东走了，赶紧抓紧，早点过来，快抽筋了，你们快点发生，你们因为